好，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讲的到十三之三这边所讲的东西啊，都是属于啊一种叫做 completely randomized design。啊，到目前为止 ，completely randomized design， 完全，这个叫做完全随机。完全随机设计，那么为什么叫完全随机呢？我们课本上面画了一个图啊，我想看图的同学会比较清楚一些哈。Complete randomized design 呢，它的概念呢，来自于呢，我们在548页13之一的那个图，那个图呢，告诉我们说呢，你为了要得到这三个方法，那么比较它的 mu 有没有一样，所以呢，它就是从这个工厂里头啊，去找了15个员工，那么每一个方法，我们有 A、B、C 三种方法，都选了5个人，都有5个人去操作一个方法，所以你有 A 方法，你有 B 方法，你有 C 方法。每一个方法就有五个人。好，第一个，这15个人是怎么找的？我告诉各位，完全随机。随机在工厂抽取15个人，这第一个。第二个，15个人来以后，这15个人又怎么分配到这三个方法呢？啊，你们全班抽了15个人，15个人怎么分配到三个方法去呢？随机。所以你看，第二个层次的随机，就15个人随机取5个人给 A 这个方法，用 A 方法去生产，这5个人看生产出来的结果看怎么样，怎么样去分配给 B 这个方法，一样再取15个人，再取5个人，就5个人又再给 B， 剩下5个人给 C， 所以呢15个人是随机取出来，15个人又怎么去分配给三个方法，又是随机，那5个人用一个方法，5个人用一个方法，5个人用一个方法，谁先做啊，你们有5个人，1号到5号，这5号谁先做？随机。5个人抽签，看哪一个先做，又是随机，知道吗？所以他才说啊，他说完全随机 ,completely randomized。完全随机是讲这个概念。现在完全随机啊，这概念是说，你第一个方法 ,A 方法 ,B 方法 ,C 方法，然后呢你这边12345，那么12345，12345，这五个人，这五个人呢去做同样的方法，五个人去做同样的方法，五个人做同样方法，这五个人呢不一样的五个人，我这样来讲可能比较清楚一些，我不要写全部都写12345，我写6789010。11、12、13、14、15，一共15个人，不一样的5个人，每一个方法都用不一样的5个人。你觉得这个方法有什么不好的？最后如果你得到说像刚刚所讲的 mu 一这个等于 mu 二，但是不等于 mu 三，对不对？我们先前刚刚不是说这个方法，我们最后得到说 H 零三个人没有完全相等。两个测试以后，我们发觉原来情形是这样子的，这两个人是相等的，第三个跟前面两个都不等。得到这个结论 ，C 这个方法的领班啊，假设这边有领班，每一个方法都有领班，这个领班啊，他看到自己所带领的这个生产方法跟前面两个方法都不一样，他会不会有话说？如果你是那个领班，你发觉你这个领班所带的这个方法，用这个五个人得到的结果跟前面两个班所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你会不会有话说？会有什么话说？把你自己想象成为这个班的领班，你想象一下，你是这个班领班，我们这班怎么跟人家不一样呢？一定会想，不可能的事啊，对不对？应该一样才对啊，我们怎么跟人家不一样啊？我这个方法怎么会跟人家不一样？我用的机器，对不对？我拿了品牌，怎么会跟人家不一样呢？那一定是什么东西出了问题，
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人出了问题，很好。不是我的方法不好，和人家有所区别，而是因为来做我这个方法的这五个人，随机取的这五个人都是生手。前面你看他们的十个人都是熟练的人，所以难怪他们得的结果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不是我这个领班产生问题，你懂吗？是谁问题？是来实验，来用我这个方法生产的这五个人，即使是随机抽的，有没有可能抽到都是生手？有这种几率啊，有这种可能啊。所以这样的测试不能够说我这个方法跟前面这两个的方法有所不同，或者是比人家不好，懂吗？所以如何驱除这样的一种疑虑，如何驱除这种可能，说一下怎么办？如何解决这样的困难，怎么办？怎么解决这种困难？因为人不一样嘛，所以你这个测出来的结果是因为人的不同，不是因为我方法机器不同。那怎么办？很简单啊，用一个什么，用同样的五个人不就得了吗？可不可以全部三种方法都由同样的五个人来操作，可不可以啊？是吧？然后你看看第一个人，我只要取五个人，如果这样一来我根本不需要取十五个人，我是不是要取五个人就可以了？那么每一个人操作 ABC 这个方法，所以一二一三一，这是多少？二一二，哦不对，弄错了，一二二二三二，是一三二三三三一四，一二一三，这是二一二二二三，第二个人啊，做第一个方法，第二个人做第二个方法，第二个人做第三个方法，这是第一个人做第一方法，第二方法，第三方法，这是第三个人做第一个方法，第三个人做第二方法，第三个人做第三个方法，第四个人做一个方法，十二、十三、五一、五二、五三。总之啊，这里头的表现方法把它叫 XIJ， 一样的 DJ 个方法里头的第 I 个人啊，是吧？在 DJ 个直行里头的第 I 个横行，一样的 XIJ。 OK， 那我们这边一样，这个方法有几个人， I 从一到，假设我们这边叫 V， 全部这边有 V 个人，这边呢 J 呢从一到 K， 啊 J 从一到 K， 就你有几个 J， 你有 K 一个 J， 你有几个横行，每个横行叫 I 从一二三，假设你一共有 V 个横行，这样一来的话变成一个什么东西呢？这边变成一个什么东西？变成一个矩阵。先前我们在讲 complete randomized design 的时候，我们不谈矩阵， OK， 因为那里头有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形你知道吗？每一个 N 啊，每一个 J 里头的 N 啊所取的样本数可以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先前不是说第一个母体所取的样本数叫多少个 N1，第二个取多少个 N2， 然后一直到 NK， 对不对？事实上你每一个 N 可以不一样的啊，没有人说你一定要都要5啊，没有人说你全部都要一样不可啊，对不对？你当然可以全，你可以都一样，你也可以不一样啊。现在这边这样一来一限制下来后，是不是非得每一个都一样，每一个方法都用同样的个数，同样的实验者下去做实验，
而且帮他限制，这实验者这 V 个人啊，全部有 V 个人，都是同样的 V 个人。先前那边所做的，我可以有每一个方法可以找 N 个人，每一个方法找 N 个人可以不一样的 N 个人。现在为了去除由于人实验者本身操作技术的熟练程度以及经验，他的技能、个性啊、个别的差异等等，这些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个别差异，可能会造成呢一种干扰，所以你所得到的变异数，所得到的这种结论，很有可能不是真正反映出你的实验方法本身，啊，不是反映出你的机器用的跟人家不一样，是不是？很有可能是什么？很有可能是因为你选的人的不同，污染了，啊，污染了你的实验的这个结果。对，为了驱除这样的一个疑虑了，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实验者通通固定，是不是？那么固了定以后呢，我们就变成一个矩阵，变成矩阵以后呢，你看看这边呢就变成固定，一定就是 V 行，这边一个接一个 K 一个直行，就变成一个矩阵。因此啊，他这个 block 的由来啊，就从这边来的。他说啊，这个 V 为什么跳出来呢？因为每一个横行。每一个横行，我们都称它叫一个 V L O C K。什么是 V L O C K 啊 ？Block， 英文上的一个 block 就是这个概念，是吧？你的街道，比如说在 next block， 你人在这个地方，你问路，地点在这个地方，他跟你讲说 in the next block， in the next block， 这个就是一个 block。这就是一个 block， 这是一个 block， 是吧？所以这个长度就是一个 block， 这也是一个 block。所以 block 的本身呢，街道上的一个块状的一个区域。所以这个地方引申那个概念，你看这边是不是一个 block？ block 的名字从这边来，所以 randomized block， 你这边的 random 只在 block 的选择上头产生的 random， the random 都是固定的。block 是固定的 ，block 的先后顺序上的可能会有 random 的概念。然后比如说你这一到 b 个人呢，这一到 b 个人当中，你可以先后顺序可以 random， 可是这里头都是固定，全部都是同样的，这 b 个人去做的，这没得选择，全部固定。啊，唯一固定的、唯一 random 的就是你这 b 个人，你可以随便取出来 ，random 取出来。取出来以后的 V 个人的先后顺序，谁先做谁先第二，事实上这是可以商量的 ，OK。所以他说你的 randomize 程式是在 block 上头来谈 random， 所以它叫做 block randomize block design。先前那个叫 completely randomize， 全部都是 random， 这样懂了吗？啊，那么做这样的处理以后呢，会产生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的。我们以前的推导是这样来的，啊，这个式子是不是成立？当然成立。你看这边一个负的，这边两个负的，扣掉一个正的，所以变得是一个负的。xij 我这边 xij， 啊 ，xi dot bar 跟 xi dot bar 相可以消掉，这两个也可以消掉，所以到头来会等于左手边这个东西。OK， 可以吗？陈敏杰可以吗？可以哦。OK， 好，可以的话，那么看一下，这样一来我们就拆成三块了。OK， 先前啊，我们在 complete randomized design 的同样这个东西，我们拆两块哦。这是 randomized block design， 这是 completely randomized design。我们看。
先前我们是这样说的，我们说 x i j 减掉 x 大大 j 八减 x 八八加上 x i j 减掉 x 大 j 八，还记不记得？这两个相消，所以结果等于左手边，我们把它拆成两块。这一块我们把它叫 within， 这一块的也是这个 sum square due to error， 这是 error 来的。这是 sum square due to 这个 treatment， 这是 treatment， 是吧？好，同学你看看，这一块保持一样，这块不动。这块不动，他把这一块啊拆成为两块去了，你看到没？这块是怎么拆？事实上这块是等于 xij 扣掉 xi bar， 又再扣掉，本来就已经有扣掉大 j bar， 现在多扣一个，然后又加一个 x 八 bar， 所以你要还给人家。你这边扣一个，你就要加一个；你这边加一个，那边就扣一个。所以为什么这一块会变成这两块？可以看得出来啊。做这样的一个变化以后，这个东西变成三个东西相加啊。那所以这个东西事实上是，如果把这个当 A， 这当 B， 这当 C 的话，它的平方啊，所以这一块等于 A 加 B 加 C 喽，因为它等于 A 加 B 加 C。所以它本身是 a 加 b 加 c， 它的平方呢不就等于 a 平方加 b 平方加 c 平方，再加上两倍的 ab， 两倍 ac， 两倍 bc 等等，对不对？然后呢，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把它，你把它平方以后，然后再对 ij 全部怎么样？这边写的比较 messy 一点，待会我们再整理一下，写比较完整的东西出来。这边要平方，然后后面这边两倍的 AB 啦，两倍 BC 啦，两倍 AC 的这个东西呢，就分别 ABC 分别带进去。那你这边也应该 double sum， double sum， double sum， double sum。我告诉你，这些相乘积的 double sum 都可以证明它等于零，都可以证明它等于零，这不难证，你回去自己推推看。这个东西乘上这个东西，然后外面有个 double sum， 有碰到，不起作用可以踢到外面来当常数一样，剩下的东西相乘，啊，最后可以证明它等于零 ，OK。那么，所以到头来，我们说的是这样子，到头来我们说，那后面这个都等于零，都可以去除掉，最后就是把它切割成为啊，这是 SST， 我把它切割成为这一块叫 SSE， 这一块依然叫 SST 啊 treatment， 因为这一块跟原来的在 complete randomized design 在这块是完全一模一样，这个不动啊。这个东西是新的，叫 SSBL， 叫做 sum square due to block， BL 代表 block。 同样的东西怎么可以变成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来了。同学，你看一下这边。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节所谈的大 J 八减掉 X 八八 ，I 从一到 NJ，J 从一到 K， 然后加 IJ 减掉 X 啊大 J 八。平方 I 从一到 NJ， J 等于到 K。同学们发觉，我们把这一块叫 SSTR， 这一块叫 SSE， 这一块叫 SST。我们先前呢，把同样的 SST， 你看这两个 SST 是不是完全一样？是不是一模一样？这块跟这块是不是一模一样？同学你自己看哪个地方不一样来？完全一样的东西。两种不同切割法，不同在哪里？首先你看 SSTR 还是一样， SSTR 是完全一样，没有变，保留这一块，唯一变的是这一块了。这个东西啊， Summerscore Student Error 这个东西啊，它把它分开来，分开成这一块还有这一块，因为这两块相加可以等于差。先前你在代数上头的运算上头果然没有错嘛，你这个光里面的东西加这个东西可以消掉了，会变成它了。所以把原来的 SSE 啊拆开，再进一步切割，切割成为两小块，其中的一块呢 Summerscore Due Error 新的 SSE， 那新的这块区隔出来这个东西原来是来自于什么东西？原来是来自 block， due to block。 所以我们把 SST 啊，把原来的 SST 拆开成为三个东西。这样做干什么？这样做的话呢，待会讲有个好处。首先我们先认识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啊。 treatment， due to treatment 的意思大 J8， 同学你看一下每一行直行是不是有一个大 J bar？ 同学，你告诉我 ，J 固定每一个直行有没有一个平均数？那意思是什么？这个方法 ，V 这个方法，所有下来操作的这个 V 个人的平均的分数，平均的结果，所有 V 个人操作同样一个方法所得到的结果的平均值，那就是大 J bar。那什么是 I 大 bar？I 大 bar 是这个人第 I 个人这个人操作这三种不同的方法所得到的平均值，就这个 I 固定切过来，这三个人相加除以三 ，J 固定这 V 个人相加除以 V 所得到的结果。首先认识这个概念啊，所以如果这样一来的话 ，x 大 j 八去减掉 x 八八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再把它相加，平方相加，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就是说，这边 ij， 你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在这边呢，你一定做一件事，就是说，由于我这个人，假设在这个地方，我这个人在用 j 这个方法所跑出来的结果啊。然后所有的这一行里头的平均值不是他吗？他去减掉 x 八八 ，x 八八是全部的平均，所以这个值事实上是来自于什么东西所产生的差异呢？这个值是在解释 j 的不同。由于我的 j 的不同，你看到 v 的不同 ，a 自己本身的不同 ，c 这个方法所产生的不同。跟总平均之间有什么差异？每一个 J 所产生的平均值代表这个方法的特性，跟总平均之间的差异。所以这个差异把它平方相加总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变异数是来自于 treatment 的差异。
所以把它叫 SSTR。那这个呢 ？I 大坝就简单 X 八八。这个以前 complete randomized design 没这个概念，现在新切割出来的这块 SSBL。这个 SSBL 是什么意思？是每一个 I 这一行里头的平均值，那就是 I 这个人啊。I 这个人使用三种方法所得到的平均的结果跟总平均之间的差异，所以这个差异是来自于谁啊？是来自于 block 本身的不同， block 的差异。第 I 个这个人跟大家不一样，跟谁不一样？跟总平均的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熟练的程度，他的专业技能，他的个性，他的特质，用同样的这个去操作出来三种不同方法所得到的平均值跟总平均值之间的差异，当然代表的是这个人跟大家的差异。所以这种差异是来自于 block 本身，上面这个差异是来自于 treatment 本身。所以我们把它拆开成为来自于横行的每一个个别的实验者本身的差异，这个是来自于不同的 treatment 所产生的差异，对吧？那这是怎么解释啊？这 SSE 怎么解释？原来的 SSE 你看看只有 J 固定，然后你 I 跟 J 之间的差异，这什么意思？原来是什么意思？原来是 IJ 减到 J 吧，啊，那我这边有一个，我这边里头每一个方格里头就可以切很多个，啊。这里头是所谓的 xij， 那么 xij 去减掉 x 大 j 八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这边某一个人啊所得到的这个结果，第 i 一个人使用 j 的结果为什么会跟平均就是使用这个方法的所有的人大家都得到同样的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而我居然跟人家有所差别，是吧？这里头的差别完全是考虑你这个人所得到的结果跟使用这个方法的平均的，也就是跟方法上头的差异。可是刚刚为人们所诟病的就是因为你没有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把它考虑进去了，现在这个 SSE 啊，你看他考虑什么？他考虑说除了你要去算他跟使用同样的方法的人所得到的平均的差异之外，还要再算一个，扣掉一个，这是什么？扣掉那个你这个同样的这个人，不只是方法上头的平均，还有你这个人平均的表现，你的表现水准是这样，可是你的使用这个方法搭配使用这个方法之上你产生了一些差异，所以你不只扣掉方法上头的差异，你还扣掉人的差异。你看这个，这两个是实验的结果跟方法的差别，这两个的结果是这个人用接这个方法跟他自己平均平常来讲的话他的水准大概是多少，他为什么使用这个接这个方法居然会跟平均的水准产生的不同，对不对？那这个是什么差别？这个是 I 这个人用接这个方法居然跟大部分使用接的这个方法的平均的水准会产生不同，这可能是来自于 I 这个人的差别，这两个的差别可能是来自于接这个的方法的差别。原来你看是考虑 I 这个人使用这个方法跟使用接的方法之间的这个差异而已，现在又把人的差异又把它放进来了，然后你扣掉，你看同样这个人既扣掉水平上头的平均又扣掉垂直上头的平均，这个相交叉十字交叉这个地方多扣了一次，所以你要把人家补回去，你要补回一个 X88， 所以才是这边这个结果，这个结果是这个概念。你 DI 这个人使用 DJ 这个方法啊，这个所产生的这个跟人家产生有所不同，一方面你要先扣掉
你到底你就你爱这个人，你平均应该是什么样的水准，然后又扣掉使用街的所有的人的平均的水准，是不是才能够真正显示出你这个爱那个人用这个街这个方法跟爱的平均跟街的平均上有的差异。可是有个东西重复扣了一次，你要补回去，所以整个这个才代表你这个爱这个人使用街这个方法所产生的一种差异，这才是真正的差异。这个差异很明显的比这个差异啊不一样，而这个差异的值啊是比这个东西还小的，这个比较大，这个、比较小。这个时候所算出来 SSE 啊的值啊是比这个值还小的，因为很明显的原来这个 SSE 是拆开成为 SSE 跟 SSBL 的，而这都是正的值啊，你看这是平方和，那一定是正的，所以拆得开来表示原来这个东西比较大，这两块是比较小的，所以新的 SSE 显然就比较小。所以注意哦， IJ 的意思是第 I 个人去用第 J 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对不对？那你到底跟大家的比差多少？那你一定要一方面比我这个人平常的水准，不管使用什么方法，我应该会得到一个某一种水准，对不对？可是我为什么使用这个方法，我跟我平常的水准明显有差异，要不要把这个差异算出来？这个差异是哪一个？这个差异就是 IJ 减 I bar。I bar 是我 I 这个人平均的水准，好不？你平均的水准是80分，哎，我为什么去考这个统计学的时候，我考到99分？哎，你平常水准不是80分吗？你怎么考统计学特别练得特别好？我这个人考统计学的表现比我这个人平均的水准是不是明显有差别？是不是这一块看到没有？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所有考统计学的人，皆样，皆是代表统计学。所有考统计学的人平均水准是这样，好比说75分，班上平均75分，你怎么考99分来了呢？你懂吗？所以你这个99分要扣掉75分，代表是什么？我也念统计学，你们大家都念统计学，我考99分，你们平均75分，所以我的统计学跟全班的统计学是有统计学上头这个科目上头的差异的。那这个差异是什么？是我对统计学上头特别的差异。我固定了，我练别的科目平均水准大概就是60，为什么统计学考了99？所以是人，所以这两个东西相搭配哦。你知道，这个人的个性啊，事实上一个概念叫 interaction 互动。I 碰到 J 这个东西就产生特别的化学性组合，表现特别突出，特别有所不同，你懂吗？ I 如果去碰到别的东西的话表现一般， I 碰到 J 碰到某一个东西表现特别好，产生化学性融合，化学性反应，对不对？那怎么比？不看 J，你这个人平常的水准是怎么样？哎，碰上街以后显著有所不同，这是哪一个？这是前面这一个。那这个跟这个是什么？不看 I， 不看这个人是谁，所有考统计学的平均水准是不是这样子？那为什么你去碰统计学就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结果出来？这是不是一种差异？你碰到某一个特别的科目，这两种组合产生出一种特别的结果出来，这个结果就是 XIJ。 那你这个 XIJ 是什么样的特别法啊？你要先扣掉我的一般的平均的水准表现，又再扣掉碰到这个东西的人的平均水准表现，是不是？然后因为你这边重复扣了一个东西，扣了什么东西？扣了总平均。简单来看就是这样的，你看这边水平的画一条，垂直的画一条，你都把人家扣掉了，这个相交叉的这个十字的活那地方都扣了一次，所以把它补回去。所以这个叫做 sum squared due to error， 真正的 error。 但是我跟你说哈，因为你们在这个地方大概比较没有
去细思哈，你自己想想看，先前我们讲了 XIJ 减掉 X 大 J 八的时候，你想想看，什么东西被固定的 ？J 被固定，看到没？这边 J 固定 ，OK， 就等于说，你们全部的人都是上统计课的 ，J 代表统计学 ，I 代表学生，你这个学生你是第 I 个学生，对不对？你是班上的某一个学生，你是 I，OK，、okay? 修统计学的成绩为什么跟全班所有修统计学的平均分数你有？这边75分，你考99分，你为什么会有22分的差别？这不就是差异吗？施同样一种肥料，施同样的一种学问，施同样的统计学，接下去为什么全班平均75，你特别的高，你99？所以先前我们是考虑这种差异，这种差异统计学上，统计学上把它叫 error 差异，因为没有办法，既然施同样的肥，为什么会产生不一样的东西出来？本来这世界上本来就如此，统计学家没有办法解释，只能说这是一种差异 error。 可是这种这样的解释的 error 呢，并没有解释出，并没有照顾到原来你这个差异还有另外一种层次上的差异，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人与人的差异是什么？就是统计学科被你这个人去碰的话，碰出火花出来99分。一般人去碰统计学的话，一般人碰多少？一般人碰这个结果出来，不是，这不是一般人。统计学被你碰这个结果出来，那你去碰所有其他的科目，是不是固定 I？ 你是 I 这个人，碰所有其他的科目的平均分数，你一般分数是60啊，因为很奇怪，你的对所有其他科目 every 来讲，你都大概不是很高，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你去碰统计学就碰出99分出来？有这种人，哈哈，啊，懂我意思吗？所以 I 碰到 J 碰到99，I 去碰其他所有的科目平均分数是60，你何独碰统计学这门科目碰出99出来？所以99跟60之间是什么差异？是什么差异 ？I 固定 ，J 的不同，所以这个是科目上头的差异，对不对？这两个是不是科目上的差异？这两个是什么差异？是人的差异，或者是应该这样讲，这个是 J 固定，人进来了，啊，在这个科目上头产生差异，这个是在人上头产生的差异，所以才会产生这两种层次上头的差异。那变成这样子以后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你 SSE 变小了。各位同学， SSE 变小到底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吗？说一下。本来我们说你去做检定的时候，你的 F 的值是什么？ F 值是什么？ MSTR 除以 MSE， 对不对？这个是 SSE 去除以它的自由度，这是 SSTR 去除以它的自由度，这个值是不是不变？这两种方法 Complete Randomized Design 跟 Randomized Block Design 的 SSTR 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一样？一样没有变。当你去碰 Randomized Block Design 的时候，你的 MSE 变什么样？这变小了，分子一样，分母变小，这个比值 F 值是不是一般来讲会变大？变大以后是比较容易怎么样？比较容易拒绝，比较容易拒绝，不代表你比较容易拒绝人，比较侦测出不好的东西的能力是不是增高了？破案的能力增高了，检定能力是不是增高了？所以你检定的敏感度增加了，这当然是一种好的现象。为什么它可以把 SSE 缩小？ SSE 为什么变小？本来有那么多，这么变小了，因为把杂质过滤出来了，这个是杂质。为什么说这是杂质？这是来自于什么东西的杂质？这来自于什么东西的杂质？你看看，所有的不同的人会跟总平均之间是不是产生这么差异？他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的这个杂质嘛过滤掉了，看到没？过滤掉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过滤掉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差异，剩下的东西是什么？是真正纯粹来自于自然无法克服的、无法征服的那一块，那一块就是自然的差异，统计学上的无法克服叫 SSE 嘛，懂吗？你还没有把人的杂质去除掉之前的话，你的 SSE 这里头表面上看起来是
是使用同样一种方法的人当中，怎么会产生出你这号人物的这样的差异？这里头有很多东西混在一起，你没有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你没有考虑，所以那里头充满了杂质，所以这个比较大。现在你们要过滤，变成这样的，这个杂质再去掉，剩下这个，这样来做蛋糕，蛋糕才会好吃，因为杂质已经去掉了。面粉很细，杂质去掉了，好吃。下课，休息。